大家好，我是5A 班的袁浩南，我很荣幸能够代表5A 班参选模范生选举。我一向跟遵学校的各项规则，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责任心。我在学业和运动方面都有优秀的表现。我乐于助人，有爱同学，关心时事。今年我担任风纪副队长，切实执行风纪队工作，树立良好榜样，帮助学校建立良好而有秩序之校风，尽心尽力服务同学。我曾累获学业及品行优异奖，具有积极学习的态度。在我习上，我注重理解，爱分类归纳，不断练习，找出合适自己的学习方法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。在学习上，我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，并及时纠正。此外，我喜欢阅读不同种类的课外书，开阔视野，增长知识，不断充实自己。在课余时间，我积极参加体育训练，增强身体素质。我既是足球精英队队员，又是田径队队员，在足球和田径赛事中累获奖项。此外，我被老师选为评配调解员，帮助同学解决纷争。参加评配调解员训练，让我学会以理性的态度处理冲突，学懂尊重别人。我会尽心尽力协助老师，让各位同学可以在和谐的环境中愉快学习。在过去四年的小学生活中，我能逐渐从幼儿走向成熟，实有赖各位老师的悉心照顾，让我从失败和成功吸取经验和教训，不断求进。多谢校长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5B 班的黄燕娥，我很荣幸可以代表5B 班担任本年度的模范生。我为人正直、开朗、乐于助人，好似上一次总评一咁，我见到我的同班同学好担心自己的英文考试不合格，于是我就主动提出和他一起温习。之后见到他的成绩不错，我都好开心，原来帮人真是好快乐的。我学习积极、勤奋，又精通语文，尤其中文最为突出，所以上一年曾经攞过全级中文第一名和学业优异奖。这个成绩好激励我，我相信我的语文能力强是和我从小就喜欢阅读的有关，上至侦探小说，下至散文，我都喜欢看。我觉得透过阅读大大提升我的理解和思维能力，对我的学业成绩极之有帮助。而且我担任了中央图书管理员和英文科长，尽心尽力为同学服务，减轻老师的负担。在运动方面，我是田径队和花式跳绳校队。在田径方面，虽然暂时未能获奖，但是我不会气馁，我会继续努力挑战自己。我好多谢5B 班同学和老师对我的支持，希望大家投我一票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是5C 班李以婷，我好荣幸可以代表5C 班参选本年度的模范生选举。我性格活泼开朗，乐于助人，当我见到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会主动帮助他。我成绩优异，所以曾经获得过学业优异奖和品行优异奖。而我在学科之中最感兴趣的是英文科，所以我在这科的成绩非常优秀。
除了在学业之外，我在运动方面都有优秀的表现。我曾经获得过校运会60米亚军、跳远冠军。我还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，例如东华三院小学联合合唱团、田径队、古筝班和朋辈调解员训练。同时我亦都是一个热爱服务的好学生，我担任过风纪副队长、科长、服务生和朋辈调解员。在我担任这些职务期间，我学习了做人要负责任，同埋令我明白到助人为快乐之本嘅真正含义。最后，我要感谢我嘅老师同埋同学，多谢佢哋推选我成为模范生候选人，同埋支持我。请大家投我五 C 班李以婷一票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系五 D 班嘅傅永如，我好荣幸成为五年级模范生候选人。我系一个乐观、做事负责嘅人。因此我被委任为校车车长、英文科科长，今年更担任风纪一职。作为风纪，我积极解决同学的问题，协助老师工作，减轻老师的负担。我希望透过不同的职位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。我是一个活泼充满好奇心的人，因此我积极参与多元化的活动，例如朋辈调解员、中国舞、奥数等。曾经有一次，有两个同学发生争执，我了解后，原来他们是为了一副 UNO 而发生争执。我就说，不如你玩十分钟，然后到第二个玩十分钟啦。他们都接受我的意见。最后在课余活动的时候，我会去学钢琴。在学钢琴的过程中，我想过想放弃，不过不让父母失望，我仍然去努力练习，终于在去年得到校际音乐节优异奖。从中我学会了，只要努力不放弃，就会得到很好的成果。日后如果我当选做本年度的模范生，我会做到最好，请大家投我一票，多谢。